系欢迎收听 AEA、e、频道啊！今年的11月8日系二零二一年嘅十一月八号啊！咁啊，大家听到我把声可能都攰攰地，因为咧最近呢几日咧就系因为搭飞机啊，咁啊嚟咗呢个欧洲呢一边啊，咁啊，所以咧可能之后我哋出嘅片咧嗰个时间咧都会有所调整嘅。 咁啊，先同亞洲時段嘅朋友咧講聲唔好意思啊，越南新聞咧會遲少少先至會出到。咁啊，但係咧我知道有啲聽眾咧都係喺歐洲度住嘅。咁啊，歐洲嘅聽眾咧同我嘅時間咧就會夾啲啊。咁啊，話唔定咧，我可能之後咧都加少少一啲關於歐洲方面嘅一啲資訊嘅時候咧，咁我時間上咧就會更加夾。咁我嚟睇睇有啲咩越南新聞嚇。 咁啊，第一條見到咧就係河內啊，地鐵啊，終於咧起咗十年嘅時間之後咧，首條嘅地鐵線終於開通咯喎，咁就係啱啱嘅呢個星期六早上咧就開始啦，誒、啊、首十五天咧就叫做試用期間啦免費，之後咧個票價咧其實就係八千到到萬五蚊越南盾嘅，大概咧美元咧就係零點三五到零點六六左右。 咁成条嘅线呢，就系、是、全长十三公里吓，系有呢个高架路段嘅。咁啊，有十二个站嘅。咁其实呢，即系作为一个外国人去越南路讲呢，我成日都觉得有地铁呢，就对于外国人呢，真系方便好多嘅。如果唔系呢，成日身处喺边一度呢，都唔知道嘅。我有咁嘅感觉啦，唔知其他人有冇咁嘅同感啦。但系如果你坐地铁嘅话呢，因为每一个站都标明个站名。 而且個地鐵嘅路線圖咧都好清晰嘅，你每去到邊個站咧，就知道位處喺個城市嘅邊一個方位啊，嚇東南西北，距離個市中心有幾遠啊？所以我覺得對於外國人去到咧啊，而家河內啦，河內有地鐵線啦，咁啊之後胡志明市都有嘅。之後如果外國人去到呢兩個城市咧，就會更加方便啦。咁我哋都再睇睇股市相關嘅消息。 咁啊，最近越南嘅证券开户嘅人数咧，都系继续好旺盛嘅。咁至到十月底咧，其实咧已经总共咧有三百八十六万个呢个证券交易账户噶啦。咁因为政府咧亦都有个经济嘅刺激计划啦，所以咧亦都带动咗股市咧继续畅旺嘅。咁呢个越南指数咧，星期五咧收报系一千四百五十六点五一点，再一次啊破咗历史新高噶。 咁啊，再睇睇另一单消息啊，Winfast 啊，fast, 就系专门做呢个电动车嘅 WinGroup 子公司啦吓。咁就咧决定咧会喺美国加州咧成立佢哋嘅总部嘅。咁啊，大家如果有睇下新闻咧，可能都会知道咧，其实美国咧有啲企业咧喺加州咧本身咧就系有总部，但系咧佢哋都决定撤出嘅。 咁唔知系咪因為知道有大企業開始撤離加州啦？咁啊，於是咧佢哋都要積極咧去再揾一啲新嘅客仔嚇。咁啊 w i n Fast 咧就成為咗呢個加州嘅一個新客仔。咁如果你話冇任何着數嘅，人哋又唔點會嚟下。所以咧 w i n Fast 就係因為咧，可以拎到加州提供嘅一個税收抵免嘅政策。 所以咧就决定咧喺加州咧作为佢哋呢个诶、呃、美国市场嘅电动车总部啦。咁 w i n f a s t 咧就宣布会投资超过两亿美元嘅喺加州咧会创造最少啊一千零六十五个嘅新工作岗位。咁啊最后都讲一下一啲通胀嘅消息吓。咁啊之前我哋有集内容咧讲到话越南嗰个通胀咧就暂时唔系话好。 明显啦，但系咧最新嘅一篇报道咧就讲到啦，越南嘅通胀问题咧都开始嚟啦。咁啊最近咧一啲必需品啊，例如一啲嘅牛奶啊、大米啊、食用油啊，都比起之前咧涨价咧普遍有十到三十个 percent 嘅喎。 咁涨幅比较明显咧，一定系关于要进口嘅货品噶啦，因为讲来讲去咧，就系嗰个国际物流成本咧上升咧，系推高咗好多嘅产品嘅售价嘅。咁而家咧，全球好多嘢咧，你好难话某一个国家咧可以独善其身嘅吓，即系一啲世界性嘅现象都系咧会影响到咧所有嘅国家嘅基本上。 咁最后都系布布疫情啦，新增确诊咧七千六百三十一宗嘅。其实近呢几日咧嗰个疫情数字咧系有轻微嘅上升嘅。好啦，今集内容先到呢度啊，多谢你嘅收听。